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Biz One。每个问题有两个选择，出题后马上选择你更倾向的答案，并说明为什么。成为中的老大，传统文化中的老，因为已经是老大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在那边？为什么你在这里？老大是什么呀？这边是 boss， 那边是可爱。那肯定不会，那太麻烦了，不要，太麻烦了。李默，你怎么？不是啊，难道我自己的选择你们也要干扰我吗？没有话，没有头发真的不行。你看这是看不上的，不好看就不行，不好看。没有头发就对我来说就没通告了。哎，可以有假发吗？有假发，有假发，对，可以戴头套吗？那可以，还可以拍古装，真实。什么都说 OK， 就化妆一起。你的表情这个不行，你们会被左边的那个烦死。对，这被气爆了。我有李默过来，李默，你就是什么都 OK 的人，你还敢来这里？你还敢？与生俱来会十个舞者的人，一定可以唱五个八度的人，五个八。我现在就可以唱五个八度。要不你去那边吧，你已经冷跳舞了，你去那边。对，去那边。好了。十个 dance style， 还有你唱五个八度。哒哒哒哒。你们往后一下。太激动了，太嗨多连续一个人不行，要翻着吃。你要翻给我翻。谁来吃我们的东西？不行。翻着吃好玩。最爽是很多零食很多人吃。但最爽是很多零食一个人吃。对。可是到底是不爱尝。他也很爱。十一个人一起去哦，鬼我敢去那呗？不，我不，我不信这个，我害怕，我不行，真的，我真的不信。但你鬼屋也你不会不害怕呀？我也不会，但我比较喜欢。我以为这是啥呀？等一下啊，蹦极。左边是什么？豆腐布丁的感觉。哦，那还是甜豆腐呢，好吃。开玩笑，不是这个在这边。这个老师是这样，这个是事实，我们还尊重事实了。我们永远不会解散。我觉得算是满天星，我们还可以经常去的了。我们还可以经常去啊。你能不能爱一下我们？我也不想解散，我也不想解散。那么想解散的？哎。你们不动干嘛啊？很真实啊，很不容易。快，学我，就想做 solo 吗？不，我不想，我不想 solo。米凯想做 solo， 我不。这样吧，好，可以。四分之三我给你们，可以。点我四分之一放在这里可以吗？可以。刘东，可以吗？不用太往前。反差最大，妮卡吧。对，就我一个人觉得他就是那种就是高冷的啊男的。结果呢？结果他就是一个小傻子的感觉。而且很爱撒娇，非常爱撒娇，很爱害羞啊什么的。然后谢谢。不谢。哦，也不是那么紧张，因为有工作的理由。但博远、佳远，还有 AK 也刘宇也是。
AK 做的那个可乐的什么那个？啊，可乐鸡翅。哦，那个很好吃的，对。I know。拜拜。嗯，帅、聪明、酷爱，还有那幽烟的能力很厉害。哦，那是林墨，那肯定是林墨，对吧？对，是林墨。还有你，不，只有林墨。我觉得米凯自己本人就是很多了。对。哇，这个很像啊，怎么办啊？这个遮瑕。那我觉得是我。这个遮瑕遮瑕就是米卡耶。哪个？那个第二。我觉得都很像。我最喜欢。遮瑕棒。我最喜欢，那个化那个妆的一个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很像，对我觉得太像，我觉得好笑，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热搜，然后是这个。对这个，所以我觉得超好笑。这什么问题啊？就说奈小九高清晨，哦，我同意。哎，这三个人还蛮好的。奈小九高清晨，嗯。最开始的时候有某一些人帮助我，就是台词什么的、发音什么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故事的理解的一些方面。就比如说刘宇啊，谁谁谁，因为他们就是毕竟比我还理解古装这些方面嘛，所以肯定会找他们去帮我对戏。模仿一下我的成员啊！AK 今天的站姿，有是吗？他好像在脑海里面想象他自己很强壮的感觉。没有，我只是想探头去看一下，就是其他人在干什么，因为我站最边上。我觉得以林墨今天对 AK 的模仿来说很到位，因为我在旁边我也看到 AK 这样站在那里。啊，那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我就一直让你保持。我用力丸的声音唱他的那个 part。所以，我永远都不会 say goodbye， 快乐永不消散，一直都在。哦，小月上。像。张嘉元、米卡、林墨，哇哦。能在你的嘴里听出这三个字啊，不，这两个字，我觉得还蛮荣幸的。你很 fashion 的。我觉得记忆力最好是。我觉得记忆力最不好是你的对人吗？谁记忆力最不好啊？我觉得我们都大家都记忆力巨好。对，是那个啊那个吗？派，3.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383，这个也没人查是吧？3383297902881969397509800，大家先想啊，9797494592307，你是沙贝尔816406，我还能记13482534211139848424，差不多了吧？电话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谁的电话呀？这个是我之前的电话，大家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哦，谢谢。自拍技术肯定是刘宇啊，对，那肯定是我啊。那你教他一自拍动作，他教过了，教无数次，真教不会。就有的人就是没有缺乏学习一项技能天赋，对我来说自拍。来现场教我一个，小宇。教啥？那你加油。来，我现在就拍，我手机呢？
我觉得这种东西，它得。戴老师，我后期发给你们好吗？它有很多 factors， 它不只是。哦，不想拍了，突然。这个光好。好暗的光。小心你们 cover 你们的脸，天上往那个天花板奔跑吧，你突然这个是最后一的飞机啊，朋友们，挑战是最好的证明，黑市场的大战让热爱扩散，你伸出的双手让世界温柔，像我那么逞强，以后我用笑容结束每个奖。全部世界心动风暴，眼里火焰跳动，看不完的烟火，闪光闪电如今吹着风，心跳击碎每一个节拍，证明着不惧怕，天空支配银色的未来，骑上流星前尘海找一个答案，做什么梦才算不猖狂， The way we go， 现在接受未知的宇宙，让时间退后，我重启停扣，热烈的心绝不会不向谁开口，不管夜空，复活的凶兽不得上留在平行时空，时空，绝不带着麻木的前来过这个战斗，在下一个文明面前跟别告别了，我的话来举个疯狂的世界，时光残酷的明天探险，时光它的临界点重建，不会记得每一次见面，证明着不惧怕，天空撕开透露的未来，当我们是相继而来，骑上流星潜入深海找一个答案，做什么梦才算不猖狂， The way we go， 现在接受未知的宇宙，让时间最后我重新停走，热烈的心绝不会不休，黑夜中方跳转，却看不全奔跑吧的每一季，全网搜索却找不准奔跑吧的录制信息，煞费苦心却得不到奔跑吧的节目周边，现在有一个一站式搞定的机会放在你眼前，在这里节目正片、加更花絮、空降直播应有尽有，节目官方一手信息予取予求，同款游戏、节目周边等福利为你双手奉上，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提出你的问题，
分享你的故事，施展你的才华，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。快来下载 Z 世界 APP， 登录奔跑吧青春部落，成为奔跑吧大家庭的一员，共同挥洒青春。